它这个胸膜里啊，没事，它就长在胸膜旁边。特别是黄毛是吧？良性的也会良性的啊。哦，那它随诊是每年？半年。半年。现在随了多久了？现在是两年。够两年就可以拉长了嘛？啊，拉长一年了，八个月是。我当初再来找你看过，你当时建议给他要做手术。或者说院长做半年，院长，我建议他做手术吗？没有啊，有，这种我不建议做手术的，不建议吗？对啊，中间的就最早的和最新的，对，最早的不行。去年来你看的时候，你说可以做手术，也可以，但是不做。对，应该是这样，你要紧张什么就可以做，不要做，这小的我们都建议定期。当时是。可以做，但是建议还要多长，再看一下。对，你要做可以找我们，但是我建议你就观察。现在他这种情况就可以再观察，是可以，可以再观察。没变化嘛，这么长时间，半年到一年都行，放心吧，没事啊，没事啊，确实没事啊。没危险，有事儿。对对对，有事儿，暂时没危险。对对，危险极大。对。